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有网友话一定输，系啊，理论上租约上面嘅人都要签名作实嘅，但系就系话有冇考虑到佢根本佢唔知阿婆有层两间屋喺出边咧，即系主要系拗呢度啫啊。好啦，嗱呢一單有一單咁嘅嘢，我哋尋日講過啊，就係印尼17歲嘅選手張志傑啊，就係印尼舉行嘅亞洲青年羽毛球錦標賽嗰度失救而死。咁而家咧，社交平台小紅書咧有個瘋傳啊，咁就係咧有個所謂嘅穿越者 ，OK， 嗱又有穿越者叫冰瑞世一遊啊嚇，就話喂，喺6月23號預言7月1號有個羽毛球員去世，而且引嚟嘅，咁令到咧啲人覺得好撚可怕恐怖。咁啊話如果係咁咧，6月23號講到有個運動員會猝死喺印尼，咁真係準得好緊要。即係呢啲好好難，你話我講完幾百個係嘛？係啊，都係第一羽毛球。係啊，印尼係好好仔細喎。7月1號揾到咪咯。好啦，咁我哋有幾樣嘢啦。第一就係可能真係穿越者啦，係嘛？嗱，而呢一個死者唔係俾人開槍打死，開槍都可以策劃噶，佢真係心臟病咁樣死喎。咁第二啊，當然係嗰啲造假啦。嗱，根據過去咧，我哋同阿 Lawrence 嗰啲上過嚟做節目啦，其實世界各地有好多穿越者嘅。咁啊，我唔知小紅書有冇呢一個功能啊？嗱，以前嘅穿越者，嗱，我冇試過，包括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，我冇試過。但係啲人就話佢哋點樣做咧？其實就只不過咧，係出咗個 post， 一早寫定嗰啲嘢，寫定嗰啲嘢喺當然比較早嘅時候啦。喂，然後咧。就啊，唔公開佢 hidden 佢嘅，唔公開。好啦，到件事發生咗過咗啦，先公開出嚟。咁啊，好似佢好準，一早知道咯。其實寫咗好多嘢嘅，啊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造假。咁但係話你如果要講到好似呢個咁羽毛球印尼，你好難喎、啊。即係話哦，2024年歐洲國家杯冠軍係德國。咁好似你寫定幾廿個鋪嘛？2024年呢個你咁樣係好難喎、啊。嗯啊，唔係唔得，真係好撚難咯。嗯，第二咁當然啦，除咗喺嗰個 app 嗰度嚟做假之外咧，頭先我講啲啦，即係其實你大家明唔明我意思？佢喺6月23號佢寫咗，然後就隱藏嘅。嗯，喺7月2號出咗事啦，真係有件咁嘅事，佢先放出嚟。咁你咪見到咦係喎6月23號。咁啊，我唔知有冇啲 app 隱藏呢樣嘢咧，係等你。開放嘅時候，佢用嗰個日期咧，咁但係通常都唔會嘅。咁呢個可以，但係你話學你話齋印尼喎，羽毛球喎，係咪好難啊？嚇！咁當然亦都可以另一個做假仔咧，因為佢係 cap 圖出嚟嘅，佢就直情用 Photoshop 好，用咩都好，成個表面做出嚟喺個電話度，甚至乎 cap 咁樣，咁你就係容易做好多啦。嗯 ，OK。咁你問我信唔信有未來人咧，咁而家物理上我覺得都好大機會有嘅，但係咪會一定要咁樣講呢啲嘢？甚至乎講到個羽毛球手，即係呢個都唔係唔好話好出名，又未知名不經傳，其實都唔係好出名啊。咁即係我係會唔會講呢啲嘢咯？係嘛？即係譬如喺呢一度喺呢一排嘅，你要提醒啊地球人嘅都好多其他嘢講啦，啊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有人揶揄佢嘅，咁呢個就肯定係玩嘢啦。另一個穿越者，佢話：我2024年7月3號，某航空公司上午9:32，飛機起飛嗰2分鐘，因為飛機引擎俾一隻好似隻大雁咁搞，有隻飛機引擎有隻大雁搞死喺入邊，最終釀成空難，共有102人死亡，冇傷，只有死。黑匣揾咗16日，機長公文包冇變成廢墟。我來自2024年10月6號，咁呢個就擺明係吹水啦。因為今朝到而家咧，嗱7月3號咧，我就唔覺得咧，今朝有邊間航空公司爆撚咗嘅，係咪？咁喂，但係真係好啦，奧妙咯。因為我覺得呢單嘢比我之前睇嗰啲比較奧妙，就係因為咧羽毛球喎，7月1號有羽毛球運動員去世喎，啊嗱，佢提到印尼嗰度咧，係喺下面啲留言再講嘅，但係你淨係講7月1號有羽毛球。
運動員去世，其實呢下都難啦。啊，所以就只能夠話係咪可能佢用嗰啲即係軟件、AI 之類做一張咁樣嘅 Apps 圖，假 Apps 圖咧，真係唔知啦。嗯，好啦，咁另外哇呢單嘢一撚樣啦，即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。印度中部馬哈拉斯特拉邦有個九歲嘅兒童報警，佢父母同佢報警，話個仔早幾日因為隻腳受傷送入醫院，點知醫院咧就冇同佢個仔醫隻腳，而係同佢割撚咗包皮，係啊，咁好在割包皮啫嚇。醫院發言就話咧，醫生做法係正確嘅，但係父母唔聽解釋。其實要認錯真係好撚難，一認錯就可能俾人欠好撚多錢啊嘛。好啦，綜合報導，男童父母話上個月佢個仔同啲朋友玩嘅時候跌親只腳，跌親個膝頭哥，六月十五號送去呢一個沙哈布爾分區醫院接受治療，點知個醫生咧就唔醫佢只腳，就同佢割撚咗包皮，話呢個指控非常嚴重啦。咁佢哋醫院嘅發言人阿 Power 咧就話，其實男童除咗腳受傷之外咧，包莖都有問題嘅。嗱，其實講真，關係撚事，人哋睇只腳啫嘛。就係佢話令到佢哋不得不進行兩次手術。OK， 喺割包，佢哋喺割完包皮之後，同佢就發現只腳啊仲有受傷喎，於是乎就再動刀治療。Power 話醫生做法係正確嘅，冇任何問題。不過父母拒絕接受醫生嘅解釋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。OK， 你割兩個人包皮，跟住父母話：我哋醫只腳嘅喎，於是乎你咪同我做埋只腳嘅手術。根本你就搞錯咗手術啦。係啊，根本就係咁樣。搞錯咗病人。好啦，至於第二次手術，即係腳部手術之前，有冇告知佢父母啊？阿 Power 話：阿醫生可能唔記得咗啦，又或者話俾其他親屬聽啦。其實真係強切斷。即係你話俾阿姨聽，唔會話俾阿媽聽。嗱，報道提到。嗱，其實呢、這個嗱呢啲係記者揾嘅，唔係醫院交料嘅。事發當日有兩名同年齡嘅患者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要去割包皮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涉案嘅男童醫只腳膝頭哥喺醫院接受手術。咁你就好清楚究竟佢搞錯乜嘢啦？係啊，係嘛？死撐呢啲嘢其實只能夠認巢嘅啫。你咪屌你諗你整翻完佢，喂乜撚咪要整只腳，咪同佢整翻只腳咯？係啊，又唔同人講啊？屌你好清楚㗎啦！喂，呢單嘢個人嗱，有個女仔嗱，我唔知啊。順便我題外話，喺外國有個女仔 ，OK， 佢今年咧係一個33歲嘅成年女性，但係因為咧佢有一個罕見病，所以喺童年時候咧就停止發育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啊唔係呢個係23歲啫，呢個女仔因為有腦癌啊。就患上罕見的腦下垂侏儒症。腦下垂侏儒症呢，腦下垂我覺得這個病很有出名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少林足球肥仔聰就是有腦下垂有問題的、okay? 令到外表就停留在8歲的階段，8歲啊、紐約郵報報道，今年23歲的 Sona 在6個月大的時候患上腦癌，化療期間影響佢腦下垂體，令到佢發育遲緩，患上腦下垂侏儒症。好多年後，佢癌症康復咗啦。8歲嘅時候，亦都開始服用生長激素，就進入青春發育期。但係即使係咁，阿 Sona 嘅身體咧都係停留喺8歲嘅階段，身高大約係1.2米，體重50多磅咁樣。生活上當然好唔方便啦，包括如果佢化妝出街咧，就引起途人側目。亦都要特殊裝置咧，先可以即係揸車踩到油。Sona 咧最近喺當地一個成人真人 show 嘅節目入邊做主角。佢話因為外表佢即係外表得8歲啦，同年齡不符，佢真實年齡23歲啊嘛。生活上啊真係好多歧視啊。不過佢冇因此而放棄人生，佢同正常女仔一樣好向往愛情嘅。不過佢坦言，因為外表得8歲嘅佢嘅身體咧，就時常會吸引到一啲咧心理唔正常嘅人，十一個啦，戀紅的啦，嚇、令到佢每次啊都要非常謹慎觀察，想接近佢嘅對象，而佢嘅父母咧都好諗憂心啊。好啦，到呢個節目真人 show 出街之後咧，佢就認識咗26歲嘅旅遊網紅阿 Dan 喎，最近咧醖釀發展戀情添。阿 Dan 咧原來都係睇完真人 show 咧，先知道阿 Sona 呢個人嘅。
佢咧當刻咧深深咁俾 Shauna 吸引，咁呢個係咪戀童癖咧？於是主動聯絡對方啦，兩個人開始喺網上聊天，幾乎每日都會視訊添啊。後來兩個人終於見面，阿 Shauna 咧逐漸放低戒心，而佢父母啊都好中意阿 Dan 咁講喎。好啦。首先咁講，如果你有戀童癖嗰啲人咧，好撚正啦！屌你老母閪，可以玩靚妹。但有時啲人貪埋個靚妹，心智都係佢靚妹。啊，唔係可以玩靚妹，又唔使攋嘢。嗯，劏交啊，試下。喂，其實老實講，好大部分份人玩靚妹，我覺得其實係玩心智多過玩肉體喎。反駁唔到你，任你魚肉。係啊，佢甚至乎又覺得佢好乾淨啦，又唔識得。四撈啦，嚇咁樣嚇，咁但係即係我唔知啊，八老症。你話如果佢係同嗰個12歲，你又爭好遠喎。十二歲當然未發育完成啦，但係都爭好遠喎。十二歲同8歲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嗱，我哋睇咧點講啊？啊，《天龍八部》啊，阿天山童姥咪咁。佢係成年人，甚至乎佢散工之後變成好撚老伯，嗰幾歲咁添。但係開頭出嚟嘅時候係一個僆細路女嚟嘅啫嘛。咁但係你個心智係大人喎。喂，其實呢個都好難搞。我想問，我想問各位網友，嗱，如果有條女心智當然係20幾歲啦，甚至乎渴望愛情、渴望性愛添，但係個身體3歲，咁啊離譜得曬，3歲唔使諗啦，10歲咯。因為我講15歲，你哋冇問題啦，已經15歲好撚掂啦。10歲，喂，其實點我都好難想像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你話如果去到佢思想成熟嘅話咧，咁就真係用人嘅溝通噶啦，即係一有思考溝通到咧，就乜都可以發生嘅。你問我又 OK， 即係譬如你話而家你譬如呢個阿 Shauna 咁樣，喂，你畢竟係8歲，我又唔知啊，呢度冇 mention 到，咁佢有冇月經到啊，或者幫唔幫到嘢，你都唔知㗎。啲皮膚啊，都仲係 BB 仔咁滑。係啊，唔係你都未知係幫唔幫到嘢㗎。但係你話你如果同佢溝通到咧，係思想達到溝通到咧，咁你都容易接受嘅。譬如喂，同我打飛機咯，如果唔搏得嘅，係嘛？即係好難講。嗱，我哋首先係 Shauna 先，睇下 Shauna 先。係啊，白虎啊，係啊，我哋睇下 Shauna 先。嗱，你問我咧，其實我啊覺得 Shauna 咧，嗱，講真。我又覺得佢係細粒細個嘅，因為呢張相我專登揀出嚟嘅。但係咧，呢人咧其實個樣係咪變成老職或者少女？唔係㗎，係神態啊！嗱，你都睇得出佢唔係細路女嘅，我覺得。唔似八歲嘅。咁呢張係專登有 make up 有剩。如果係咁樣嘅咧，我覺得就咁睇個頭咧都冇乜問題啦。得啦，呢啲得啦，係嘛 ？OK， 好啦，下一張。嗱，我呢一張咧就專登咧，哇！真係細路女喎，嗱係細路女，但係嗱細路女，細紋身咯，但係啦，但係你睇個頭側邊咧，你都唔覺得咁細，因為始終係神態啊，係再去啊，嗱呢張你都唔覺嘅，呢張你都唔覺噶，其實太細粒真係，係細粒咯，係個面細粒咗咯，嚇你都唔，喂幾靚仔嘅喎，阿 Dan， 好啦再去，嗱，哇唔得啦。屌你老母，係嘛？唔係咁老實講，佢啲位嘅就嘅，但係佢屌唔屌得咧？因為如果停留喺8歲身體，生唔生到啦？唔好講生，唔好講屌下嗰步咧，屌唔屌得啊？下邊有冇毛啊？啊！真係唔知嘅。喂，佢呢個真人 show 冇 mention 到。嗱，你話佢含眼諗嗰啲，唉，我真係唔知啊！即係有冇閪水啊？好難冇喺水都可以有咩嘅，即係好多其他嘢嘅 K Y 又好，但係除咗你話行房之外，不過你好難講，我都話啦，如果你係因為佢唔係靚妹啊嘛，事實上，佢係即係溝通到嗱呢個重要咯，反而一溝通到就可能好多嘢得嘅。嗱，我哋講其他例子就難啦，就講阿 Shauna 啦，咁容易啲啦，具體啲啦，有形象一定易。喂，嗱，如果抱住咧，喂人一世物一世喎。屌你老母，老下垂！屌你老母，老下垂！睇唔知乜撚嘢，你有冇試過先？咁就一嘅咯喎，啊！喂，我諗都係一嘅，我覺得我都係一嘅，我覺得我都會啊！即係因為佢嗱，你話如果係8歲嘅智商咧、智力咧，
咁就唔得啦，真係唔得啦。啊，就算你身體成熟都唔得。但係你話啊，唔係喎，佢係成年人嘅，睇下先啊，都好多友誼，都係一噶啦。飛機場大撚把女，飛機場都係36歲都係飛機場大撚把啦。慢慢啲一飆上嚟啦。一二得一多啊。咩女都一又唔係嘅，跟到夫婦又唔得嘅嚇，同顏巨乳就唔使諗啦。屌，如果同顏巨乳就喂，如果佢有一樣咁嘅身形係巨乳，呢個你唔會摘佢噶嘛，心太軟，你可以有第二啲方式噶嘛。喂，我翻嚟。咁另外啦，有一單啊，西班牙客機飛去烏格拉圭嘅，喂，係呢個波音787喎，啊，廣體客機喎，又一單咩咧？又係空中亂流啦，而家咧真係好多。咁啊，亞洲係咪少啲？我真係唔夠膽講。上次一班飛去韓國都出現，嗱，但係今次呢個亂流好誇張。呢個亂流咧，導致一個乘客受困喺頭頂嘅置物櫃喎。咁你話幾誇張？即係咧，可能個置物櫃跌咗落嚟，或者拋咗上去。OK， 啊，機艙咧座椅直接折斷嘅，機艙嘅天花板都出現破洞。咁你諗下個衝擊力幾大？哇！飛上去算好彩。係啊。受傷40乘客，咁啊嚟自西班牙、烏拉圭、以色列、德國、玻利維亞，有人骨折，有人頭部撞擊。嗱，呢一架係越洋航班咧，就係波音787-9，西班牙當地時間6月30日晚凌晨起飛，載住325人，目的地係烏拉圭。點知咧班機咧飛到巴西空域嘅時候咧，就已經高呼啦，喂當地塔台，喂要緊急降落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原來之較早時候有亂流 ，OK， 有幾十個人受傷啊，所以咧，因為突然太急個亂流，即係測唔到個飛機個雷達都，咁於是乎咧好多人受傷，所以咧就緊急降落啦，唔等去到烏拉圭，即係唔等去到烏拉圭，喺巴西降落就要去咩啦啊？咁啊，大家似乎發覺咧啊，即係越嚟越頻繁喎，啲咁嘅晴空亂流。係咯。啊！我哋一喂咁就真係要小心喎、啊。咁冇乜小心㗎。我記得我上次我哋講過呢啲新聞，你唯一就係可以點樣咧？全程攬住安全帶咯，冇乜特別嘢，盡量坐喺度，坐定定，唔好行嚟行去，雖然好撚痛苦，特別係長途機。同埋第三就係、是、啲 belongings 啊，嗰啲夾啊，嗰啲嘢啲袋啊，就盡量擺個櫃或者凳底。呢、這個亦都係嗰啲 NI 嗰啲人，喂，見到阿先生唔該你擺，因為點解咧？真係永遠好少出現啦，就係出現嘅時候呢啲係造成危險啦，佢啲係飛嚟飛去啊，喺架機度，咁啊造成傷害咯嚇。但係你頭先我其實我放住 skip 圖啊，屌你老母啲人直情飛撚埋個上架度啊，啲柱啊斷撚咗，咁你話嗰、那個哇，我諗嚇嚇撚死嘅真係啊！當然嗰啲口罩飛曬落嚟，其實咧你搭飛機啲口罩飛落嚟都唔係好抵啊，屌你飛個口罩落嚟係嘛？好休息一陣啊！